我是真的非常谢谢你，多经理。真的。哼，光说谢可没用，这可不是一顿路边摊就能解决的。啊，那我把路边摊变成西餐吧，可是我得攒够钱，才能请你吃西餐。 够钱？那我要等到什么时候？应该下个月就行了吧？下个月？嗯。这么久？可是我……好吧，算了算了，在我们吃西餐之前，你每天还是来给我送点心吧。啊，可是你不是说不喜欢，不喜欢还让我送？怎么，你不愿意啊？ 哦，没有没有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好，那就一言为定了。一言为定。这几笔款都付了吗？付了，这个都付了。哦，那这个材料呢？哦，这个材料我们还没有检验。 小姐，老爷，啊，那个老潘和看工为难小姐的事儿，你也知道了吧？嗯，那你为什么不去帮帮他？帮得了一时，还能帮一世啊？ 说，要想成为永盛合格的继承人，他就必须学会在所有的公头面前树立自己的威信，懂吗？这事儿啊，让他自己处理。这儿还有这儿，一定要注意。啊，我这材料都有规定。啊，您那边去看看。行行行，知道了。这个也是吧？哟，大小姐。 这么快就想到解决办法了？还没有。没有？那你来干什么？我说过我以后每天都会来的，直到所有问题解决为止。哎，这话听得怎么有点耳熟啊？好像前不久有个小丫头也这么说过，可是没待多久就哭爹喊娘的跑了。哎，傅小姐，这个人不是你吧？<笑>所以说啊，赶紧滚蛋吧，工地上不是女人待的地方。老潘。 这个话你跟我说过很多次，我今天要郑重的告诉你，在我的工地上，没有男人跟女人，只有我们各自的职务，工头、工人还有设计师。时代已经变了，以前你们造房子是用木头，现在已经用钢筋混凝土了。你脑袋里那些陈旧的想法，是不是也该换一换？哎 白花花的银子，红红的砖，富江营造的砖来啦！来啦！赶紧说了多少遍了，砖，我们老板只认外国造。不是，老公，您再看看我们的砖吧。 这一点都不比外国造的差呢，而且价格便宜三分之一呢。哎，对呀，来，您看看这硬度，您看看，您看这硬度呀，不行，不是，你看都没看呢，看了也不行，你砖头硬又怎么样？如果受了潮，吸水之后泛霜，砌上墙和砂浆的粘结度不好，这墙还不是一推就倒了。 那你试都没试呢，你怎么知道我们这砖就泛霜呢？是啊，对不对？哎呀，
根本就不用试，我一看就知道，不行。你一看就知道，你这不是瞎扯呢吗？是不是？有你这么说话的吗？谁有空跟你们瞎扯？那你不是你怎么说我们范双的？啊！去去去去去去走！你这……我这忙得很啊！我告诉你，别在这给我添乱！走走走走走走走！这我呸！有什么了不起的？真是的，没见过这样的人。行了，这是你说。走起来！谁卖给他？你上班还不给呢？好了好了，别喊了，好好干啊！什么人呢？这是，走。你说他太不像话，这不欺负人吗？这不是，真是没见过这样。谈的怎么样？哎，别提了，看都不看我们一眼，非得给我气炸了。算了吧，去下一家吧。怎么还去啊？跑了这么多家，不是嫌我们没有名气，就是不敢冒险。他们根本就不敢买。你说这么好的东西，这些人怎么回事啊？难道就不想给咱们中国人自己的东西一个机会吗？这。现在建一栋大楼啊，动辄就要上百万的投资，而且这建筑呢又关乎人命，如果出什么岔子的话，谁也担不起。所以啊，这些营造厂都不愿意用我们这些不出名的红砖，这事确实有难度。那怎么办？我们的砖白烧了。是啊。中心，沈清南，真的是你？在磨刀时对你突然就消失了，我还以为你……以为我怎么了？死了？没有，没事就好，没事。没想到你经历了这么多曲折，不过还好。总算是苦尽甘来了。嗨，现在还不算是苦尽甘来呢，现在正是最难熬的时刻。这话什么意思？中心啊，我知道你认识很多新闻界的朋友，不知道中国建筑杂志那边你有没有关系啊？这都一个多礼拜了，这大小姐还是天天来咱们工地上报道。你最见不得女人到工地上来指指点点了，你就不想想办法把她赶走？她想来就来吧，我倒要看看她有没有本事自己把问题给解决了。老侯，老侯，怎么了？我们那边支撑架不够用了，你看能不能从别的工地借点支撑架过来？那我们过去看看。走，走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刚听你们说支撑架不够了。但是一楼二楼不是有很多支撑架吗？只要把它卸下来用在上面不就可以了吗？总经理啊，五楼可是转换层，转换层那么大的梁，楼板哪能支撑得住啊？那得用架子在下面撑住楼板才行啊。你的意思是支撑架要一路从一楼搭到五楼才可以？可不是嘛，特别麻烦。又来了，小兰，小兰，快来！等一下，是。哎，杜经理，广告公司的小姑娘又送点心来了，知道你也不会要，我们就分了啊。啊，你们今天就先别分了吧啊。杜经理，你怎么了？我今天有点饿。饿？不好意思。这怎么了？哦，还有。以后他送来的点心，都直接放到办公室里面，你们就先别分了。哎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杜经理说没有点心吃了，谁知道啊？本来以为能吃到免费的点心，结果呢，空欢喜一场。是呀，我还说给总经理拿几个呢，这下拿不了了。总经理，总经理，怎么了呀？小峰，我没听错吧？你给总经理送点心？哎呀，其实他这个人说话做事不大招人喜欢的，不过我觉得他人品还不错的呀。
飘窗板设计图的事情明明是我出的问题，可是他却把责任全都揽下来了。这几天天天跑施工现场找解决方案呢。啊，什么？总经理这几天天天去施工现场？嗯。难怪我看他每天回来一身泥，还累得不轻的样子。其实我这心里真的挺内疚的，也不知道现场现在什么情况，解决方案找到了没有？哎，总经理，总经理，你回来了。啊，正好找一张存档图，把飘窗板宽度跟工部大楼一样的设计图找给我看啊。好的，总经理。总经理，嗯，你看这个。总经理，嗯，这个也是。原来如此。总经理，你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？哎，潘工，我工，让一下，让一下，让一下。你们改了飘窗板的设计？我们呢，把飘窗板的设计由建筑的外侧变成稍微向下倾斜的形式，这样呢可以尽量改变飘窗板的宽度。之前是我没有注意，有这样宽度的飘窗板的建筑都是两层以下的，从地面一层一层搭起支撑架来支撑模板也是相对容易的。但是工部局的项目呢是七层的大楼，一层一层搭建支撑架确实有难度，而且飘窗板太宽也不方便你们施工，你们施工起来会有危险。这个是我们之前没有注意到的，我们打样布以后会在设计的时候多多考虑我们设计的可行性。希望你们说到做到，不然总是我们这些干活的遭罪。是啊。其实这是一个特别小的问题，就算一层一层的搭建支撑模架也不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，但是你们却跟我说没有办法。我知道你们只是在用这样的方式来找我麻烦，我们打样部有问题我们自己会改，但希望以后你们不要用这样的方式来挑战我们的耐心了。你哎，别，改了就好，改了就好，我们以后也会多注意的。大小姐，那我们先去干活了，走吧。去，走。其实我今天带你们来呢，就是想跟你们说，小芳今天犯的这个错误呢，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可能犯这样的错误。设计还有施工不是完全分开的两个独立板块，他们一定是相辅相成的。作为一名设计师，我们真的不能读死书，还有照搬别人的设计，甚至把自己放在办公室里面闭门造车。我们一定要多多了解现场施工的情况，来考量我们设计的可能性。所以今天呢，我想给你们每个人提一个要求，我们打样部的每一个人，每个星期至少有一天时间要待在施工现场熟悉工地，自己参与的项目都要从头跟到尾，你们能做到吗？可以。好。什么？副安军他把工地的问题全解决了？不是，那那些看工先生和工头现在怎么说？哎，我教你的事你怎么就办不好呢？你怎么？算，你冷静，你坐一下。我怎么冷静啊？我？哎呀，算了，你先坐一坐，冷静啊。他解决了这么小的一个问题，他算对了什么呀？不是，这还，你听我说嘛，要让老潘和那些工头心服口服，他差得远呢，他傅寒君。真的？哎，真的。哎，帅，哎，你放心，他傅寒君绝对得意不了多久。哎呀，放心吧，有我在。哎，这是干什么呀？哎，你们谁呀？这还没到开工时间呢，大半夜送什么砖呢？哎，你们是哪个砖厂的？啊，怎么没见过你们？兄弟，我们就是过来卖一点砖。卖砖？你就当没见到我们，好不啦？你看我就一看门的，这事儿你说为难不为难我呀？你这啊，帮帮忙。
这下不为难了吧？完全不为难，完全不为难。没看见，没看见。哎，等会儿，来，金南，哎。 曹军，行不行？行，手那么慢。啊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很快啊。拍下来。这么熟练吗？是比我快啊。 谁呀？怎么了？这里砌堵墙了。谁呀？哎，兄弟，谁让你们进来的？兄弟，听我说，我们有恶意。过去，我是来卖砖的。我想问一下，罗工是不是上来了？你们也不能撤，我们这里没人，这里边砌堵墙了。对呀，有你们这么卖砖的吗？怎么了？这我们是卖砖的。哎，经过我们同意了吗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这不是砌堵墙？拿这么好的枪给你们砌堵墙？洗澡了啊？你怎么说话呢？兄弟们，愣着干什么？把枪给我！兄弟。 兄弟，什么意思啊？怎么又是你啊？不是说好了吗？不要你们的砖，不要你们的砖，居然一时招呼都不打，就跑到我的工地上来砌墙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罗工，你听我说，我知道这件事情是我们不对，但是如果事先跟你商量好的话，你就不会让我们在这砌砖了。我是想让你亲眼看到我们浦江营造的砖跟沙江粘合的好不好，墙会不会一推就倒。为了此事，我还特地带了中国建筑的吴记者来见证报道。 我想见说服不了你，就用试试来证明。等你墙上的水泥干透，起码要七八天的时间。我这工期很紧，哪有时间陪你做实验？吴工，拜托了，你还是到别的工地去吧。来，别去了，把墙给我砸了。不能走，不能走，各位兄弟，冷静点，冷静点。曹军，你干嘛？砸墙是吧？啊！ 快放下！是。哎！别乱来！别过来！我就点火！我好好说，快放下吧，曹军。别！快放下！他们可不知道，你造这些砖受了多少苦。兄弟，我也就帮你帮到这了。 今天我舍了这条烂命，也要帮你保住这堵墙。来啊！不把死一起过来！哎呀，别不好说，这不是强买强卖吗？这不是。罗工，我们没有强买强卖，我们是想让你知道，中国也可以造出很好的红砖。我记得你说过，你们老板只用外国造的红砖，现在这上海滩上比较好的营造厂，也都是用外国造的红砖。
但你想想，中国那么大，难道造不出一块可以媲美外国造的红砖吗？你是中国人，我也是中国人，给中国人一个机会，也给一个中国造可以赢过外国造的机会吧。罗姑，我昨天太冲动了，我对不住您，我给您赔不是了。罗姑啊，他说的对啊，咱们大家都是中国人，咱们就不能给中国人一个机会吗？啊，大家伙说呢？罗姑，要不这样吧，你把这堵墙再保留七天时间，七天之后你试试他的抗冲击力，如果还是不行的话，你尽管把墙给砸了。就冲你刚才那番话，给你七天时间，多一天都不行。谢谢罗公，谢谢谢谢，谢谢。如果七天之后，你觉得我们营造厂的红砖可以赢过外国造的话，我们在浦江营造恭候您大驾。就这么说定了。谢谢，谢谢谢谢。兄弟，你这身上浇的是水吧？这是水呀！吓我一跳！是啊，南哥，我大人来了。你来晚了，墙都砌好了。没事没事，峰哥，快，快带我去洗个澡，走走走走走。你怎么都湿了？哎呀，老公，麻烦你了，谢谢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，快。谢谢罗姑啊！今天已经第七天了呀！嗯，哎呀，都这么多天了。也没有一个工地要我们的砖。哎呀，这鬼天气啊，鬼才会来呢。哎，赶紧出牌啊。韩俊，不知道你现在在干什么。喂，方，怎么会这样？韩军，现在工部局地产大楼和工地，我已经知道了，情况现在非常紧急。走吧，我们过去看看。我自己去就行了，你在这休息。哎，我。兄弟们，抓紧干！什么鬼？快点！赶紧把这些弄上去！哎哎呀！哎，这把劲，这把劲！小姐，现在要是不把那些被淤泥淹没的线材抢救出来，那些东西就全废了。材料重要还是人重要啊？老潘，老潘，你快点上来啊！下这点毛毛雨，还那么多人看着呢，哪有什么危险啊？大小姐，我你带着吧。刚才已经塌方过一次了，你没看那个金属吗？它已经不能承重了，快点上来，快点让他们上来啊！可是那些建材呢，小姐？哎，大小姐。大小姐，你慢点，你慢点。老潘，你快点，快点跟我上去。我跟你说，工地上我不服女人管，我走。你不服女人管，你现在就给我滚。还有，罗汉军，这可是你说的。我说的，你现在滚。好，你有种，兄弟们，不给他们永生干了，走。走，你们不能走啊！老潘，兄弟，老潘，我刚刚那样说，是因为我太心急了，我因为下面太危险了。你少在这儿跟我废话，老子干了这么多年工地，危不危险我不知道啊。要是这儿塌了房，我现在就跪在你的面前。老潘。刚才谁说的？这要塌了的话，就给我家小姐跪下的啊！这大老爷们口口声声说不服女人管，现在到了自己身上，这就得跪。
快起来，起来！我知道，我作为设计师有很多的不足，我的知识都来自于书本上，我是纸上谈兵。我也知道，你的知识都是来自于实践中，但起码应该给我机会。我也一直在努力，你不能因为我是女人就否定我的所有。咱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，对不对？就是把活干好。惭愧啊，惭愧！大小姐，总经理，你这样的女人，我是第一次见。我真是，真是让我刮目相看。对对，刮目相看！总经理今天救了我和兄弟们的命，从今以后，我老潘和兄弟们任你差遣。对，我要好好的改改我这个臭脾气，跟你好好学习书本上的知识。也很能理解你们设计师干嘛要这么设计吧，是吧？咱们相互学习。哎哎，这个我看。请问露西在吗？啊，哦哦，她在天台练唱歌。好，谢谢。啊，哎哎，这不是永盛公司的杜经理吗？是啊。他来这里干嘛？他不是已经撤诉了吗？怎么又过来了？找露西？他不会是看上露西了吧？好了，不要乱说话了，好好工作吧。大家好，我叫露西，下面由我为大家唱一首歌。歌的名字叫《一儿时》，希望大家能给我一点掌声。谢谢大家的掌声。春去秋来，岁月如流，游子声漂泊。回忆儿时，家具细细，光景。谢谢大家。露西，露西，啊，经理找你有事，让你下来一下。哦，我就来。杜经理。楼梯这么宽，你到底是怎么摔下去的？我还不都是因为你？因为我？啊，当然怪你了。这说是要请我吃西餐，结果一点动静都没有，我这才去找你呢。结果我刚走到楼梯上，就听到你在那鬼喊鬼叫的。我这摔下楼梯啊，都是被你给吓的。自己摔下去的，还怪我。先生小姐，你们的牛排请慢用，请慢用，谢谢，慢用，谢谢。要不要我帮帮你啊？
好啊。谢了，哎，怎么了？啊，我刚才好像觉得我这个手也动不了了，也扭着了，特别疼。嗯，连叉子也拿不了了吗？拿不了。好吧，那我再帮帮你吧。今天特意把我跟陈荣叫过来，就是当着我们的面开除文科长。没错，文科长可是跟了你爸很久的，永盛有今天离不开他的功劳的，你凭什么开除人家？是啊，就算你是总经理，但开除他也得有个理由吧。在我背后挑拨离间，煽风点火，这个理由够吗？哎，小姐，你误会了，我没……你不用再说了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我背后干的那些事情。现在公司遇到一些困难，正是需要永盛上下一心的时候。你在这个时候在背后动摇军心，如果那些工人因为你的煽动罢工了，这个责任你担得起吗？念你在永盛这么多年，我就不追究你的责任了。但从今天起，你不再是永盛的开账先生。我够吗？够吗？够吗？我不同意。你同不同意不算数。我是永盛的总经理，我说了算。你不用再说了。我现在很忙，如果各位没有其他的事情，就先请回吧。够吗？你真是。起开！哎，小姐，工地上的工头啊，是最不分人管教的，现在居然被你治得服服帖帖的。还把文科长给收拾了，气得太太一句话都没有。小姐，你真的太厉害了。想坐稳这个位置，当然要下功夫了。嗯。大妈跟成龙对这个位置虎视眈眈，稍有不慎就会被他们拉下来。嗯。哎，小姐，你以后每天来，你跟我提前说一声，这要是南哥在的话，他得多心疼啊。对不起啊，小姐，我不应该跟你提他。没事，齐南是我现在做所有事情的动力。我知道，他希望我一生都喜乐无忧，所以我才要让自己变得强大。只有我变强大了，我才能替他报仇。报纸都盯了半天了，有什么好看的？过来跟我玩牌吧，啊！哎，你那个山芋还吃吧？不吃给我呀、啊。
凉了不好吃了。我出去一趟。去哪儿？你们说的一点都没错，无论是墙的抗冲击力，还是和砂浆的粘接效果，和外国造的比，一点都不逊色。啊，呵，我们老板非常满意。是吗？之前啊，你们说，你们浦江营造的红砖，比外国造的成本低多少啊？三分之一。三分之一啊！我们签合同，马上签合同。哎呦，好，马上签，马上签，马上签。下一位。哎呦，程叔，你好，钱又输光了，看我来找事情做吧。臭小子，狗嘴里吐不出象牙，你才输。哎，你装什么呀？谁不知道你啊？有点钱就跑到赌场去，输光了就过来找活计干。哎，反正你是光棍一条，一人吃饱了全家不饿，无所谓，你快活。臭小子，哎呦，看我不撕你的嘴，躲开。打人呢，真是。老板，要招工吗？啊，10年的砖瓦工。您看我这一手的剪子，行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大成。哦，行，拿着两张啊。哎，你这个一张自己拿着，一张给老板。哎，好嘞，去吧，谢谢你啊。那边等着。找着伙计了，程叔。哎，去去去，去把他登记好，别有遗漏啊。好，老板。瓦工是吧？对。啊，没问题吧？哎，谢谢谢谢啊！好，来。这真是一个重大失误，我竟然没有在第一时间看到这篇报道。听说现在很多营造厂都跟浦江签订了合约，我们也得抓紧了。哈哈，如果工部局地产大楼的红砖全部由外国造的换成浦江营造的砖，那我们的造价基本可以控制在预算之内。浦江真是一针及时雨。喂，你好，转一下8673。老鬼啊，哎，今天新招那批工人，你安排一下。哦，好嘞好嘞。喂。喂，你好，请问是浦江营造厂吗？啊，我是永盛营造厂的总经理傅寒君。喂，喂，你好，请问是浦江营造厂吗？我想找一下丹尼尔沈。喂，这，小姐，是不是掉线了？不知道什么问题，德贵，你帮我跑一趟吧。哎，我去了啊。嗯。怎么了？谁打来的？怎么给挂了？永盛。龟孙子永盛啊。他们应该很快就会派人过来了。艾琪娜，
我曹俊谁的钱都挣啊，永盛的臭钱我一个字也不要。我浦江营造把砖卖给谁都行，唯独永盛不行。